最初觉得可能今天就是类似于情侣特辑啊，对吧？每个人有一个女搭档啊，然后我的搭档就是我老婆，然后我们一起做任务，完成任务，最后在一起撕名牌，开心完事儿啦，就这样。没有想到今天那么特殊啊！今天这样确实让我挺意外的，节目组真是用心良苦，真的非常的感谢，特别开心。最害怕在节目发生什么状况呢？我老婆来了。刚才那种那个默契大考验，我觉得就挺考验的啊！万一出来的答案完全不一样，会很尴尬。最可爱的时刻，我觉得他都挺可爱的。对，他认真的时候啊，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钻研很多事情的。包括自己在家会学英语，自己会给孩子做衣服，啊，自己会做蛋糕，自己会做很多的东西。对，他教会了我沉下心来在一件事情里面去研究。有史以来当电灯泡最久的一次，很甜嘛，确实是很甜，就是默默磕糖吧。嗯，其实吧，也不算是强行塞狗粮，因为都是自己。甜甜的事情，狗粮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被诱导，被他们的甜蜜爱情啊！对，我感觉真的是很幸福。对，我觉得肯定是他先主动。嗯，当时，哎呀，算是我主动吧。男孩子应该主动点啊，男孩子一定要主动。那作为男生的话，应该要主动一点吧。其实我觉得都可以，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就应该勇敢一点。那男孩子主动，但是女孩还是要矜持点，保持着自己的那种少女感吧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。那当时你跟草谈恋爱的时候是？他主动的。他主动的。没有，我主动的。唱歌呀，还有舞台表演啊，都感觉挺棒的。当时这个是第一印象。桀骜不驯嘛，一带着自己的年轻的那种劲儿。来吧，撕吧，开始吧，一股脑往前冲的那种感觉。刚开始，其实说白了，那首凯歌，可能还是很，在我眼里就是还是个大男孩。很帅啊，然后呢，年轻有朝气，那个时候特别瘦。体脂很低，我说哇，这小伙子身材真好，练的小肌肉一块一块的，穿的西装也很瘦，啊，结果第二次见到就变了一个人了，很稳重，就是他已经看透了所有事情，很聪明。现在凯凯比较养生，现在跟我聊的就是这个什么中医能够调理身体啊，然后做什么样的这种。正骨啊，能够调整人的脊椎，更温和的，然后也很照顾大家，会照顾别人的想法，也会考虑的更周到。在一起以后，就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沉稳、非常有责任感的人。他也特别照顾我们弟弟妹妹这样子，他是会先为了别人想，有可能就是因为凯哥也有女儿了嘛，然后就是保护欲就变强了，对。我吧，一般都是帮亲不帮理，希望我的朋友开心，我会支持他做的选择。我会渐渐站在他的角度去，除非就太无理取闹的话，那我会说他吧。对，嗯，我会站在中间，问题都不是问题，肯定有解决的办法。啊，那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啊！你是我的朋友，我可以就是用一种软性的、委婉的方式来告诉你，如果你错了的话，但我不会去偏袒我的朋友。家庭地位，这个我不好说啊。这我还真不知道，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属于家里面比较平均的那种感觉吧。不高也不低吧。苗苗真的对凯哥很好，所以我觉得凯哥家庭地位应该不会太差。哎呦，我觉得苗苗一定会很注意他的这个地位的，因为我觉得苗苗是那种，非常能够
呵护她的感受的一个女孩，真的是。嗯，你觉得你的家庭地位？你不相上下吧，我们，或者是比她还略高一点啊。没关系，刚刚看到凯哥什么感觉？没啥感觉，就觉得已经看腻了，你就去玩玩吧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其实比他还好很多？真的，有时候集美是比男人好。对呀、啊。觉得他追不上我，我也觉得他追不上我。要我是他，我这一路我就先去打工挣钱去，要把你赎回去。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就你看我们这些，怎么可能把你放走呢？20块钱你肯定输回去。对啊，20那得去打工。完了，最后一盘应该要给他一点点机会啊，让他跟你见一面。还是要见的。可以申请一套指压板走廊吗？啊？哦，可以啊。最后申请一条指压板走廊，让苗苗站在走廊的尽头。只要凯哥可以走过这一条，这样才懂得珍惜嘛。这么难追到的老婆才会好好珍惜。就是，那指压板不够吗？指压板不够，好家伙！耍我是吧？快乐呢？我很快乐啊！我通过自己的劳动，你的爱都不见了，怎么会快乐呢？我通过自己的劳动，我给自己卷了一个大葱卷饼，我还长知识了呢。什么知识？我把趵突泉课文给背了下来，我还做了蹦蹦，我可丰富了我这一天。嗯，经历了这么多，为了什么呢？为了找我媳妇儿呗，为了什么？被你们绑走了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带着她去游山玩。是他自己想的，不是我们把他绑走。张雷，跟你说吧，看在你今天这么辛苦的份上，可以啊。他是唯一一个不知道的，不知道啥，就是一系列的这个事情。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没有告诉他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知道啊，我们没有把你算在我们之内嘛，现在。你们知道啥？就说到这儿，你这啥也没说。我们除了现在我们不知道的知道以外，我们还知道什么？我们也只知道你们不知道的知道，你想知道的那些我们也不知道。嗯，你非要知道的话，我只能让知道的人告诉你他我们为什么不知道。那就管他知道不知道吧。下一首歌创作就知道不知道，知道不知道，感觉会火。事实证明，30块钱八个人出门是不够的。幸好阿姨施舍了一个煎饼卷大葱，大葱塞牙。哎，这一天我只关心我老婆在哪儿。
你们把我老婆拐跑一天，你们合适吗？这样合适啊？你都不知道我哎，苗苗被我们带走了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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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师傅，快掉头啊，快点！船长，啊，船有他的航线。回来，回来。要我就跳过来了。是不是？哎，就是。你先把恋爱谈上再说。哎呦，你先找找，你先找没有给你跳下来那影儿。哎呦，人都没有，还在这儿，你幻想。对，夸下海口，那不五年后有可能吗？五年后的某一游客，有可能。下去，下去，走走走，快走！我来看你，先走。我们走走走，咱快走，咱快走，快走，咱快走，咱快走。兄弟们，太辛苦了，想死你们了。乔总，少来，真的，少来，想你了，想你了，想你了。拿着什么呀？给我们的礼物啊？我就为了找你们，找到了呀。急呀，找自己老婆呢。我老婆呢？在这儿呢。谁呀？快点，我老婆呢？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后面躲。你们一天拐走我老婆。我找找去，回酒店了。我找找去。不要阻止我！呀，我们就这点能力了。着急，你撕我也不要的，没有用。凯哥，这是咱们最后一个任务场地了。如果在这个场地你还没有抓到苗苗，并且撕下他的名牌，你的任务就失败了。呀，我这不正找呢吗？这有两个搅屎棍儿，这。凯哥。哎，下面有人。凯哥，你老婆在我们手里。Yo, what's up? 很久不见，哎。走，我先下来，我先下来。哇，太有爱了，这个画面。让他下来，他不敢撕我。哎呦，哎呦，相遇了，想念，累不累呀？今天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保护苗苗，你的终极目的你知道是什么呀？我终极目的就是把我老婆的名牌干嘛？干撕一下。你敢撕吗？你敢吗？你敢吗？撕一下，撕一下。你要是把我撕了，就没有结婚的环节了。没有结婚的环节了，放狠话，有点难，凯哥有点难。啥呀？给他看他的知识储备也找不着。我们稍微聊一聊。走吧，走吧。那我跟我老婆聊一聊，我老婆聊一聊。哎，保持距离，保持距离。啊！走，保持距离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咱大大方方的撤，大大方方撤啊！走走走走走走。
开门呢，老婆。要干嘛？要干嘛？你让我撕一下吧。不让你撕。对。回去撕你。回去随便你怎么，回去你撕碎我。他回去只能把你撕碎。回去你可以撕碎我。不可能。好不好？凯哥，是我们想了一起，我觉得你沟通应该是够呛。这样，我们说一句，我们就说一个事情。你把窗户稍微摇，再稍微摇下来，我不会撕你。你这样吧，我们这个坦诚的后背亮给你，好不好？对，后背亮给你了。你可以撕，好不好？你可以。然后呢？你们就走了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凯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空再聚啊，来来，自己。二位先生，兄弟一场，是吧？感觉真的没有反转的吗？晨儿哥拉着我到处跑，他说沙哥要撕我，我就在想，哦，是不是沙哥他们是撕我的，其实凯哥是来保护我的，我当时心里这么想的。然后瞬间后来看到凯哥的时候，他说老婆你让我撕一下，我当时心卡碎了。开门呢，老婆。你要干嘛？你让我撕一下吧。卡碎了。我一直在想吃饭了没有啊？今天是不是很辛苦啊？结果他见我他就要撕我。那等会儿他来的时候好好谴责他。来了呀，感觉伴郎团来了。哇哦，哎呀，穿着斗篷就来了。去两句，感谢思念。我不想跟他说话，他不想跟你说话了，人家都。明白了，不撕。干嘛？你不是见我就要撕我的吗？不撕。不行，拥抱一下。怎么了？不容易啊，一天。不容易。哎呦，那你坐这儿吧。对，你俩坐这儿。累吗？总感觉你好累的样子。还好。刚才坤儿和卢卡斯收留了我，实在是有点心疼。请把车费付了。经历了太多了，感受到了好客山东，好客济南。那今天我们要恭喜除了凯哥之外的其他所有成员获胜，恭喜大家！今天我仿佛感受到了一个大型的抢亲现场。而且还有一问题就是，我们这几个人到底是婆家的呀，还是娘家的？有点纠结，来回变。对呀，你们应该是我这边的呀，怎么就被节目组、导演组给忽悠了呢？我们这帮人一直都没什么立场。所以很遗憾，凯哥，你今天的任务失败了。早上我们给他发布任务的时候，告诉了他，如果他今天任务失败的话，他会接受一个惩罚。哇，这是有蹦极的地方还是咋的？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觉得凯哥也挺辛苦的，我们也稍微有点心疼，所以在这里再给你最后一次免除惩罚的机会。好，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有十道问题，然后请苗苗和凯哥同时作答。我如果十题有一题错了，那很遗憾你还是失败。哦，默契大考验。来，二位新人，能否牵手成功？咱怎么改成相亲节目了？配对。好，那我们兄弟成员来揭开题面吧。来，我先揭第一个。来，婚礼司仪来。这也太简单了。什么呀？什么？苗苗最喜欢的兄弟。
这也太简单了吧？这送分题，这个很简单了。你想想能写别的吗？好，请亮题板。哦，是真的吗？是。哎，我跟李晨可以作证。我那个时候在团里跳舞的时候，天天看跑男，那个跑男是刚开始的。2014年。对。就有一次我跟我妹妹我们两个在看的时候，我就想了解一下妹妹对男孩的喜好，我就问她，我说当时那几个嘉宾如果非要让你选一个喜欢的，然后她说她说谁我就保密吧，反正然后哎，有人自告奋勇。我只提一个问题，是不是李晨吧？依稀的记得当年好像是，真是啊，真是你，真是你。如果非要让你选一个喜欢的，妹妹现在后悔了。妹妹，为什么姐姐说保密？现在妹妹后悔了。咱俩成连襟吧。解放。然后完了，他说完以后，我自己默默的就是看了一下，也选了一下，我也选了一下。然后就觉得郑恺好像还不错，就是。挺阳光的，然后也帅帅的。确实是家里的电视常年播放的都是往期的跑男，就是为了看你。好，那第一题两位默契成功，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题啊。在奔跑吧九季以来成员中，苗苗最喜欢，这是一个题呀、啊。这俩是一个题呀、啊！行，那你们行。来第三题，第三题，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？哎，这个可以。好了吗？3、2、1，请亮题板。我俩一起上台唱歌。行，下一题。苗苗最爱吃的菜是什么？啊？好，亮题板，多写几个不会错。刘烨，什么？画了，给你画了榴莲，这不榴莲吗？手机里给对方的昵称是什么？在你手机里我的。好，亮题板，呀，对了，一年中对两人最重要的一天是哪一天？还有哪一天呢？还是每一天呢？你有这么兴奋的？相亲节目，相亲节目，来吧！3、2、1，请亮题板。结婚纪念日，结婚纪念日。而且去年520那一天，我们还在路跑。记得。本来是想520的，但是520在路跑，就献给了兄弟们。哇！准确率很高，对，100%。我就加后几个，咱得加难度了。希望简单一点吧。好、哦，苗苗最希望郑恺改正的缺点是？太难了，这怎么会有缺点呢？我们。你那边也写完了，凯哥。这边写的好快。马上就给你写出来啊！马上就写出来。反省一下，自己认为就那么完美吗？不是，半天都写不出来，缺点太多了，不知道改哪个，赶紧写吧。没有也是一个答案，可以这样吗？可以。好，3、2、1。也有可能没有。3、2、1。哎呀！马上就写出来。
感觉磕到了，真好真好。凯哥缺点有哪些？我们帮苗苗想一想，比如说腿太短啊。腿太短？没有，我觉得老公腿挺长的。缺点呢是可以改的，你说的那些呢？那是改不了。你说的那个叫缺陷。行，这一题也正确啊，下一题。郑恺最喜欢苗苗的一个优点是什么？哦，这太长了，写不完。哎呦，凡尔赛了哈。我可能要写一篇像趵突泉一样的作文。要不要再拿一个板子给你？我确实不够，我感觉得再要多几个板。结果写了那么多，没有一个是对的。那就你不管写多少，没有这俩字儿，那就不行。对，我这样写是不是有点儿？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写的挺好的，相当准确，相当准确。请双方亮题板。单纯温柔，哎，温柔有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是我证明他第一个写的是温柔。他第一个写的也是温柔，写的也是温柔。哎呀，哎呀。OK， 好，我们看下一题。第九题了，两人确定关系时的告白是什么？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感觉又要磕到了。谁先对谁表白的啊？表白的内容是什么？这句得记着吧。好浪漫啊。我这么跟你提示一下，小凯，这句话相当爷们儿，很霸气。对，很霸气，但是还略带一点怂。来吧来吧，好，请亮题板。呀，差不多。能处处不能酷，还能做朋友吗？我跟你提示说很霸气吗？能处就处，不能处就还能做朋友。这原来凯凯后面这还有给自己留了一份，还留了一个后路。对，这算不算对？我觉得算算算算算，我觉得他们俩写就一个意思。好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，苗苗近期最大的心愿是？哎。哦，刀啊，都卸好了 ，OK 吗？好，最后一题的题板啊，三二一，哎，生二的，哎，生老二，然后都有个问号，哎哎，我觉得特别美好，就是因为这事儿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。先问问你行不行？对，这个默契太重要了。但是首先要去干这件事儿，看极光，不矛盾，这俩事儿不矛盾，可以一起。这个小朋友的名字可以叫极光。咋的？海南岛、吐鲁番、北戴河，还有走到哪儿咱上哪儿什么呀？哎呀，那今天要是有热，就叫趵突泉了。好，那我们十题苗苗和凯哥全部正确了，再次恭喜两位。然后呢，在完成了这项任务之后，我们不会让凯哥接受惩罚，但是我们还有一份祝福送给两位。哦，祝福和惩罚其实是同一条东西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
那你这可以拍照留个纪念。好，我先吃一个。这个事儿是什么来着？找我这是第一个啊。拿着一起拍个照吧。你在坤儿帮着。我在这儿吗？确定吗？你在这儿是吧？我在这儿啊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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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冰棍露出来啊！冰棍。哎，冰棍好吃哦。耶耶耶耶！来，一二三。我看看。可以，这挺好。Oh my god， 你好尴尬。什么好尴尬？哎，咱拍一张照，来来来，来，是这个幸福的人吗？对，可以啊。不是第一吧？哎，有什么声音？没事。先稳住啊，稳住，非常好，就是厉害。苗苗这节奏我跟你讲，找不到。对，啊，苗苗做第一个呗。打卡，拿个书装一下文艺啊，我们。对，装一下。啊，三二一。下楼快。你快走！我往哪儿走？啊！姐，你跟我们一队的，你过来。这男生一队，女生一队，我们一起走。这么大个草莓，怎么一点呢？我说大草莓吗？长不大。早生贵子，和和美美，祝你们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有啥喜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喜事儿大家都不都知道了吗？祝贺！郑恺当了爸爸，喜事儿双双的。凯哥，从我开始做你的 follow PD 到现在9年了，咱俩是一块发福又一起减肥，一块找对象。节目播出当天，我发个微博，替你宣传一下。记得快把好运传给我哦，他们要的祝福视频我也要哦。凯哥，我们在跑男相识已经7年了。记得早几年的时候，你每一次出现都是带着一股桀骜不驯的那种气势。Call me the king of running。但是这两年你变了，你的那些凌厉的眼神和那些气势突然变得很温柔。我想是因为苗苗更需要这种温柔的呵护吧。在奔跑吧的见证下，我们都经历了人生的重要阶段。谢谢凯哥在我们婚礼时送来的祝福。我在这里祝福凯哥和苗苗能够在今后的日子里冷暖有相知，喜乐共分享。祝你们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，长长久久。祝凯哥苗苗结婚1周年快乐。我相信小猎豹在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之后，会带着苗苗和宝贝女儿在人生的道路上永远幸福的奔跑下去。祝你们幸福美满，永远炙热，做彼此最坚固温暖的依靠。也祝你们的宝宝健康成长，幸福快乐。祝凯哥和苗苗一直要幸福哦。做你们恩人啊。
爱爱上有凯哥苗苗要幸福，也祝兄弟们成员越来越好，奔跑吧幸福。拥抱一个吧你们。哎呀，哇，也太感动了。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。哇，我是被你们感动了。今天那个没有想到，原来还是婆家人的。哎呀，辛苦辛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哎呀，开心脑，今天吓坏你了吗？其实是撕名牌呢。对，我们就为了后边换一个名牌啊，然后要把你支走。首先感谢跑男团。这么多年大家兄弟们在一起见证了我的成长啊，我们也一起长大，我们的大家庭里现在又多了一个，对吧，多了人，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多的，对吧，人都会长大嘛。对，但是不管走到哪一天，我相信我们依然可以坐在一起互相敞开心扉，这就是我们兄弟团的感情，对吧。然后也要谢谢节目组大美啊，还有俊男啊，都是这么多季一直跟着我跑过来的工作人员们，对，也看到你们的生活的改变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暖心，也特别有力量。We are family， 永远在一起。